咁就睇下伊藤省如何啦。哦，果然射个冇力冇角度嘅波，出晒事啦！嗱，哇，捧杯定继续睇你啦，大卫巴拉摆定个射，死巨望中西区凭住护射十二码，喺今届嘅足撞杯初级组击败南华，成功冧中二连冠，中西区护射十二码四比三。呢场赛事法定时间双方打成二比二平手。中西区就固然嘘兴奋啦，南华球迷亦都啊，南华职球员都唔算话太失落嘅，即系睇到佢哋。